好了，大家晚安，我是马沙丘，然后现在是进行的是第3次吧，第4次吧，我忘记了，第4次是第几次的玛丽亚游戏录制啊？目前录的游戏有点多啊，都轮流的不停的录制，所以有点都忘记哪些游戏录到哪边了。好吧，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:53。那已经相信大家部分的人应该就已经准备开始放暑假啦，相对的我也不例外。不过我要上技能辅导课啊，什么技能辅导课要上4天，所以本人的话会在7月5号才会正式开始放暑假。当然，我放暑假之后会变得更忙碌一点，因为还有工作那边的事情要做处理啊，所以到时候可能会录制的游戏的次数可能。有可能会变少啊，也有可能不会变少，就看情况啊。毕竟暑假会比较忙一点。那我现在先开始这次的游戏录制吧，继续。玛丽亚，所以我们最后发现玛丽亚是一个什么得病的家伙吧，反正他是有什么超能力之类的东东。好了，我们上次玩到哪里？机没讯号，奇怪的钥匙。银子钥匙 C，银子钥匙 B，金色钥匙，银子钥匙 A，金色钥匙 B。为什么这把不是排在这边？为什么要插一把金色钥匙？啊，油刀不能做武器。好了，上次玩到哪边？其实我也忘了。啊，这边地图有点钝。然后上次好像解这个解不开啊，视线的尽头隐藏着秘密。然后这边就一道墙，那边呢是过不去哦，然后不能。奇妙的。视线地图啊，这边什么都没有啊呀，这个缝啊，什么都没有啊，对啊，什么都没有啊。来，不管了，我们先来去接下一个地图吧。而且好像是玩到这边哈，啊，对，这边算是玩到这里，然后就要准备走过去的时候，突然听到奇怪的声音，看来等一下会遭遇到什么怪物之类的吧。玛丽亚观察日记，今天早上取得了玛丽亚的处分同意书，具有猛烈毒性的药。也送来了，呵呵，这也是我上次玩到这边。好吧，所以玛丽亚因为得了什么怪病，然后有暴力倾向，所以准备要被干掉了，处他死刑。那最后到底怎样，我也不知道。哪里？哦，可恶的阿鲁，你知道我那么倒霉呢？前面的人都玩一点点而已，他的剧情特别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拷问凡，哎，我的回合了，那么快。一号被破坏的相当严重，很明显是人类的骨骸，上头的血渍还未全干。可恶呢！哇，这背景音乐有点恐怖。柜子上到处都是干掉的血，未干的血渍。地上有几张沾满血滴的纸，要捡起来了，看看。玛丽亚断气之后，体内的恶魔觉醒了，那可怕的巴格莫罗从冥土中爬出，对我们下了无法逃出屋外的诅咒。我不知道能否逃出，活着逃出这里，但我必须继续写下记录。在这件事情结束之前，我不能停笔，绝笔，不能停笔。结果你还是死掉了吧？暗红的血是血吗？是血吗？没有，没有油，血吗？水槽里有股浓烈的腥臭味，仔细一看，水槽底部有东西在发光，还是算了。等一下几天好了，我们先调查别的东西。除了点起来之后就发生什么事？这什么？遗骸被破坏的相当严重，所以这边有几副遗骸，那么多遗骸，很明显是人类的遗骸。上面沾满了污垢，看不清名状什么，哇，这是掉头台了。哎，这不能调查，怎么这是背景？这边有石棍，第三几张沾满血迹的纸要捡起来，对吧？是，恶魔使用了魔法，将所有人控制在屋内，不管我们怎么闹，不是烧，不管怎么烧，就是找不到出口。除此之外，屋子里到处都恐怖的激光。蓝鲸的小腿被从地下冒出来的尖刺给刺伤了，由于无法逃出这里，敌人进行简单的包扎。蓝鲸是谁？蓝鲸，你还被破坏的相当严重，被破坏的相当严重，是这不能当武器吗？来点武器吧，大哥。来点，哟，死人骨头，盘子上放的是不是类似骷髅斗骨的东西？什么都没有。那我们看看下个房间有什么。把锁打开了，竟然打开了，为什么把它打开？好吧，我们去捡里面的东西。
这个包是什么意思啊？伸手捡草，捞捞捞，握在手上的发光物，一瞬间就是不见了。哪里？重点是传来的骚动声，骚动声，扣个音，而且我需要去存个档，咱们先去存档好了。清单清单清单，远处传来的骚动声，远处是哪里？哎，哪里？哪里？哪里？这怎么开了？为什么它开了？好吧，我先存到第11个，然后就会去探索一下，看看里面那边下一个房间是什么东西。骚动声是指这个吗？那墙壁突然开了，有密道，充满了机关，果然是有机关。我以为会冒出什么，忽然会冒出什么怪物来，结果什么都没有，吓我一大跳。切，这骗掉啊！哪里恐怖？可恶啊，打不打？哪里恐怖？这是什么？水晶吗？嗯，不能调查。什么都没有。什么水晶吗？什么都没有。哪里猫哪里？这是什么？这里面有个按钮，按上下去吗？字哪里？哦，活动了耶！这是什么？它怎么动起来了？欸，按下去就没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哪里口令？那是个门啊，还是个不知道什么东西？好吧，不管了，反正那个水晶球动起来了，虽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可哇伊呢？可哇伊呢？那么应该是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吧？所以这边可以过去吗？卡住了，没办法打开。从外面看出来是用餐的，吃饭的地方。小地方。好吧，我们来看看这边下面有什么东西，再来存档好了，存到第11个，一样是11个，去覆盖，游戏，下个环节，可可啊，这里是各个环节吗？嗯，怎么样？这死路，死路，可可啊，阿龙死路啊，莫名其妙的走廊，哼，大哥，奈波罗，哪里？喂。为啥会？哪里打雷？逃不出来了！你居然要丢下我跟人逃走？怎么才没有呢？我根本还没找到出口，咋来了？前面应该就是出口，没错吧？刚才在我房内一直听到外面有怪物的声音，就是你故意把引过来抱，居然把我当作诱饵？怪物，不对啊，我根本什么都没做！他妈的，果然你像这种流氓根本不能信任，果然你这种流氓根本不能信任，今天讲的都是陷害人的把戏。讲得太过分了，我才不是流氓，只是看起来比较，看起来像流氓，都叫你闭嘴了，倒霉了，倒霉了，整天让切切那种混人混在一起，你好到哪里去？我差点被害死了，你，我妈呀！算了，这样我是惊吓过度吧？哎，别吓他了，我不会跟他走了，冷静点啊！你居然揍我，别碰我！明明是你是他亲家想害死我，哎，反过来叫我冷静，刚才那几个死混混，老是把我当笨蛋，你们也是个让你死混混的，莫名其妙。那你这你要干嘛？帝都啊！被小鸡二爷，我还有点高兴。结果那女人根本不搞笑，我感受把我当成猴子耍。哈哈哈哈！你快过来！你那个成绩掉车尾的家伙，凭什么用那眼神看我？我看到怪物啊，大哥，你后面啊！那你？那你？那你？开门！快开门！把门开吧，不开！啊，是吧？为什么你会开门？开门呢？我不开了怎样？把门打开吗？不开！不开！别过来！哪里？温卓，温卓，你还好吗？温卓，温卓，温卓，你没事吧？哪里？打雷！我们还打了一个存档点，存在第11个，等下存，等下再就打。哪里？问号问号问号，谁？你就是玛利亚对不对？谁？是谁？大姐是谁？啊，你就是传说中的玛利亚吗？居然就一只眼睛，果然你一只眼睛变成怪物在那边追人。好吧，我们先读第四个档案好了。我们回去看看温州好了。这边的温州会有分支的路线。温州温州，我来了。温州温州温州。走，这里这边过不去吗？厕所几乎守住了。厕所上有一堆钥匙，都不知道干嘛的。行吧，哎，我们走了。哎，你好，我找到出口了，大哥上锁了。
犯锁了，这没什么屁用。好吧，我们看来这边剧情设定的话，就只能就是让吴卓误会我们，好吧。然后另外的分支就是我们要选择到底开不开门。哎，怎么还是一面墙？哦，我读错档了。结束游戏，我要标题。我们该读第11个，这里，好吧。哎，不对，再回去找看吴卓好了，说不定因为刚刚是没有开门的状态，所以说不定现在回去找他还有就是还有希望拯救他。哎，吴卓，你的四眼仔，一拳打爆你的神，我找到出口啦！你又现在不跟过来，等下我过去的时候，你要说我丢下丢弃你，你什么？该死家伙，死了应该呀！莫名其妙。所以等一下我应该开门吗？我开门的话，不然会怎样？啊，不开门的话又不会保住那女孩子。好吧，就是这里。哎，这边不要没路，没有路，这边没有路，这边真的是缓。好吧。喂，为啥喂？喂喂喂喂喂喂！你居然丢下我！啊，跳过了。比尔，你冷静点。大哥，你冷静点，惊吓过度。现在时间是10:04。别碰我，死混混！哇，帝都来呀、啊！这蜘蛛是哪里来的？被小绝，所以你根本是喜欢小绝对不对？你就是喜欢小绝，绝是有点吗？开门吗？我要帮他开门吗？如果开门的话，那蜘蛛会冲过来吧？哪里？开门，打开！哪里？啊，开门就死啦！开门是有屁用啊！没什么，继续，对吧？读第11的，他爸爸看他又抽又疼的，就废话。所以我不该开门吗？哦，看你的动画爆啦！你们看你们讲那废话，莫名其妙的，人机第一名了不起是不是啊？我吊车尾的了不起是不是？我就是吊车尾怎样？你能怎样？你有的吊吗？不是流氓，我只是个平头，只是金色的平头而已。你看人家樱木花道，好吧，樱木花道是算是流氓，不过还是红色平头，红色的小平头，从飞机头变成小平头，所以我们不应该帮他开门吧？不然我先不要帮他开门好了，我等第二次再帮他开门。不开，不帮你开门怎样？对，拜托开门，我们打开门，打开。死掉了！哇，那选择真的很烦嘞。那赌就打了。啊，不管了。这样哦。哪里？充满了机关的地方。莫名其妙，莫名其妙喵喵，莫名其妙喵喵。我先读第11，看他还有什么废话要说。看看你还有什么废话要跟我讲？所以我们一定不能帮他开门吧？一开门一定会死掉。那作者真的很有点变态呢。你看，连续问了几次要不要帮他开门，结果每一次都是应该都会死掉吧？我觉得不管几次，他都只要是开门的话，蜘蛛就跑过来把我咬死。所以我觉得我还是不要开门好了。为了慎重起见，不想再跟他听他废话。问者，你还是去里面当吧你。好吧，去里面当吧。领便当吧，我救不了你了，呵呵，救不了你了。你去领便当吧，一开始就一个便当脸，看你还说你不是便当脸，一副便当样。文主，你还是去吧，安心的去吧。现在是10:07，因为我是几点开台的？我忘了，是11:50开的吧？好像是57还是56的时候开台的。也是估计大概都半个小时吧，这游戏我好像玩了，总共玩起来是玩了一个小时左右了吧。不开，弄他回来，拜托你开门。不开，死内哦，别过来啊。这也是不能开门，绝对不能开门。好吧，我们浪费了一些时间在文卓身上，浪费时间在一个便当男的身上，然后就录到一个王八蛋。存档点，哎，怎么会有第12个？哦，对，第12个，我把它存到第12个。
准备要跑咯，点点点，调查，没得调查，跑太快了，地上有灯饰，你还走过去？你是白痴吗？你就没看到前面有灯饰吗？莫名其妙。所以这家伙是玛利亚对不对？你就是玛利亚对不对？我记得好像在前面看过他在那个哪里啊？那个一个有一个湖的那边。嘿嘿，我可爱呢，逃过一劫了吗？那是什么？怎么空间重击啊？炸弹呢？回射击啊？什么都没有。哇，完蛋，我要领便当了。阿罗，怎么会？居然是死路。瞬间移动啊，犯规啊！怎么可以瞬间移动 ？No， 库鲁呢？库鲁呢？那你，那你要换人物了吗？阿罗，我怎么当你？谁？别再看了，阿森已经没救了。阿森，可是不能把他丢在这里不管啊！你要把他埋起来是不是啊？室友刚才就说了，先走到回去的路，再找人帮忙呢。安索，你不是创办人员吗？现在我有慌乱，找不到下家。又发生这种事情，暗手，暗手什么？那你去看一下这个，是阿顿紧握在手上的字条，怎么这样？我看看，我看看，吃掉所有的人。哦，这吃掉所有的人，该怎么说？有点不太好的预感。那你吃掉所有的人，不卖呢？那什么声音？那你怎么那边有个假发？那不是假发，我以为那是假发。大门没锁，下家，这是一开始玩的那个角色吗？因为想要真的破旧呢。我们到了那个第一间的什么歌？好吧，我们来存档。好吧，阿洛，你的回合结束了，下面可以又轮到我们下家。你怎么都没有啊？钥匙 B 跟 A， 钥匙怎么全部都不见了？这什么？洛斯，滚落注意，滚落什么？有洛斯吗？那你可嘞？可可啊，都可好，帮忙先探索这边。滚落注意，是有什么东西滚落下来吗？就是，他好像落下去被藤蔓挡住了。好吧，我们先来，有扇门，锁住了，又锁住了，每次都锁住了。这个游戏怎么那么多老鼠洞？那么多的扇锁了。你要么就写说什么都没有嘛，你写扇锁，扇锁就表示是有什么秘密在里面吗？这边是滚落什么东西啊？什么都没有啊！滚落注意，是有什么东西滚下来吗？什么都没有，那这可以调查吗？老旧的男性斗篷，没屁用。一个洞，好深的洞。一个深洞是什么？没有的木，都查不到。好吧，我们来读一下这边的信件。桌上上的开始有读内容吗？读。我真的老了，总是把橱柜的钥匙和家门钥匙搞混。于是我想到个好法子，将两把钥匙都放进我的斗篷内口内袋，就不会搞混了。这个内袋几乎什么都没有。这是不能用的烟囱。放着空罐，不是放在一起的空罐吗？哪里莫奈？好吧，我们去调查男性的斗篷。斗篷应该藏有什么秘密？藏有秘密，老旧的男性斗篷。在斗篷里找到一把钥匙 ，the key， 小型钥匙，钥匙，可以再调查一次吗？我们可不可以拿起来穿？不，我们是去吗？还是先在城市待在这个地方好了？好，没问题。滚落注意，所以我们要先存个档吧，反正等一下会有出现怪物这些东西。剩下第13个，钥匙。咱们来去，应该是开这个门吧？门锁住，哪里？这是钥匙干嘛？小型钥匙是这个吗？打开的小镰刀。我知道了，小镰刀。小镰刀就是拿来割这些草嘛，对不对？使用镰刀啊，你是白痴哦。小镰刀。四，清除。镰刀杀手，小镰刀损坏了，这样就坏掉了。发生什么事？滚落注意，就叫你滚落注意了，你不听，你看有没有领便当的？哪个王八蛋在那边翻一颗石头在那边？莫名其妙。好吧，
人家虽然鼓怒住院，你还是不听，看有没有？你还是不死鼓了下来。好吧，我们先存个档，存档，覆盖。有时候，现在那个门不能走出去吗？没屁股的吧？好吧。哈哈，反开了，为什么会有石头滚下来呢？你看到石头动一下，还是我看错了？为什么会有石头滚下来？我怎么知道？那谁在二楼？什么人都没有。来，自动模式。谁？啊，是。君は誰？小弟。哪里？是谁？誰か。お前は誰か？私だ。社長。社長。真的是社長。よかった。大丈夫ですか？明明人家也想哭的时候，这里暗暗的很恐怖啊。对了，你有看到三里吗？三里好像死掉了。有个奇怪的女人一直追踪我们，逃跑的途中，我和她走散了。奇怪的女人，难道就是三里？就是被那女人给啊？虽然我想可能是学姐放鬼吓人，但她的脸实在是太恐怖，我不敢靠近她。现在在野路上有碰到那女人吗？咦，没有，而且我也没看到，就看到三里。这样，这个暗手呢？他们没跟你在一起吗？其实我也跟她走散了。而且地图上好像有很多路线都没画出来，到底我有点搞不清楚一下。对啊，然后是想故意恶作剧吗？如果是的话，也太超过了，事实有点过分，不可能是恶作剧啊！三里都被五马分尸啦，剩个死人头在那边。咦，怎么了？叫你大声！差点忘了，还有件很重要的事。什么？你先去看旁边那扇门出来了。来，我怎么叫你上？叫我去开，就需要我去敲人家的门。行，一定有诈，就是不要先去敲火，先去存档，先调查有没有什么东西。嗯，怎么都没有。好，我去存档。不理你，别，会不会是你？就是你把这个石头滚下来的？肯定就是你，你这王八蛋，你就跟那个上你一样，哪个混蛋都想暗算我，人心啊！可恶的家伙，我决定不要相信你，我决定我要去，我不理你。叫我敲旁边的门，那我就是不敲。我就相信你们了，你们王八蛋，我要开这边的门。锁住了，好吧，我只能去开门了。好吧，开门就开门，了不起。好吧，我去开了，你别按上我。门锁住了，哪里？勾勾，又是小弟吗？我都说不会开门了，谁？这个声音是凯里对吧？为什么他把自己反锁在里面？嗯，我也不知道。他那偷嘴的侦测呢？也在里面吗？虽然他好像一直在对人讲话来着，但如果真的是侦测的话，应该会走出去回应的。嗯，总有点毛毛的。毛毛的，里面的是凯里没错吧？点点点，你是谁？大雷哥，我是夏家，可以帮我把门打开吗？哎，不行，打没的。那真的在里面吗？还是你跟他走散了？啊，我都死掉了，对不对？他想杀了我。那你，他想杀了你。可是，我没有啊。可是，现在是10:16。咦，是真的，我拼了命才逃到这里来。你先把门打开，我们好好谈。够了，我不会开门的。宫美天啊，他和小夏，说小夏和小夏都不能信任，还是死掉对不对？点点点，哪里牛逼吗？他不回话了怎么办呢？不过他说他也是这样回我，只觉得应该只是侦测和学长串通好过一下他的吧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他的反应也太大了吧？也是啦。对了，如果有钥匙能把门打开，我们就先在这里不要担心啊，就这么办吧。哎，阿仁呢？啊，能进入我的队伍是有屁用哦。好吧，我们该去存档。好吧，我们来调，我们先去下面存档。可是这样调查过了，这样应该什么没有东西了吧？我们存在第14个。哎，我的存档格会不会太？15个，啊16个。这应该调查过，应该没东西了吧？没有任何一把钥匙，好吧？难你吗？难你？哪里呢？锁住了，哪里没哪里，所以我们只能调查这附近的东西了。什么都没有，哪里花盆一开，不会钥匙是不在花盆底下？没啦，那是有屁用哦！在这里吗？这里，怎么都没有？在这下面吗？下面有没有？门锁住了。找不到钥匙，那钥匙应该在一楼。好吧，咱们去看看会不会在这里。钥匙不在花盆底下，
怎么有个这么大的岩石？说到这个，我刚走到，然后就顺便滚下来，怎么可能？我连声音都没听到，这就奇怪了。哦，该死呢！哦，该死呢！这里没有别的东西了，这里有东西吗？东西吗？没东西。有东西吗？没东西。东西吗？东西吗？东西吗？哦，钥匙藏在哪里？钥匙藏在哪里？绝对难不倒你。没有看到钥匙的东西，好吧？这有什么吗？落滚落注意，我们可以拿把给西直接把门敲破就好了吗？明明搞半天，莫名其妙，没有看到钥匙，哪里找不到钥匙？要不要先回去找学长帮忙？咦，要出去吗？我有点担心上你，原本以为他跑来，因为他也会跑来这里，不过这么久没看到人，我猜他是不是先回去了？嗯，大概吧。可是外面很恐怖吧？就有其他人过来，开里硬是不开门的话，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吧？嗯，好吧。所以我们要离开他了吗？我们要离开他了。我们要跟他 say goodbye， say goodbye 哪里？钥匙应该不会掉在里头吧？我怎么知道？问我。所以我们真的找到钥匙了，还是说我们找错顺序了？那袋没东西。哪里吗？哪里？所以我们要出去哦。可以不要出去吗？出去感觉很恐怖，外面有恐怖的怪物，还有个该死的玛丽亚。独眼玛丽亚，独眼玛丽亚，可口啊，可玩啊！安安你好，签到用的猫猫存档，猫猫存档，猫猫存档器。嗯，这边应该没有钥匙吧？有个洞哎，可以钻进去。哎，哪里？穿墙术，穿墙术，穿墙术有没有？穿墙术超厉害的。作者，这地图的设置有点不太好啊。我记得是前面的湖可以走在上面，然后现在是房子可以穿越。莫名其妙，莫名其妙，什么都没有。男女猫男，男女猫男，好吧，怎么出去？男女，哎，分散开来了。你要去哪里？咦，哪里？真是的，不要拖泥下来嘛，怪怪的。真不乖的，不要吓我！我记得我刚刚走到外面这条路，是吗？我也不记得了。我来说这条路啊，嗯，这里只有这条路，应该没有别条了吧？对啊，这怎么回事？等一下，不要吓我！雾那么浓，大概是我自己搞错了吧？嗯，没错，是你搞错了。真是的，不要吓我啊！哦，ごめんね。所以呢？哪里？先不能走过来，走，都起来！啊，打雷卡！你怎么来？这不是下家吗？哦，谁？这声音是？侦测，果然是你没错。侦测会是谁？小弟也在，怎么会是你们两个在一起？临时换毒？不是啦，因为发现一件事情。先不说这个，你刚看你怎么了？他把自己关在紧张点那个破房间，不敢出来。不是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啊？你这男朋友很不称职哦。他好像很怕你，到底怎么了？他会对我是大概什么原因吧？什么原因？哪里啊？斧头。那是道具吧？是道具没错。怎么连你们都这样？虽然这不是道具，不过我不会对你们怎样呢。为什么要拿那东西？解释清楚。因为我们来路上听到惨叫声，又发生大量的血迹。他那个虫一样，血迹该不是鼻血之类吧？有鼻血这样，就是大量的，有没有鼻血？明明是大姨妈。就只有听到惨叫声，有没有血迹吗？嗯，就只有这样而已。所以大概呢，没看到三姨妈，不是那么在意啊。因为可能是学长和学姐在故意的原因，却看到一个紧张的要命。之后他们一直走在我后头，过一段时间我回头看到说话时人已经不见了。看来事情较细腻，较纤细，比较容易胡思乱想。再说你都引导他过来了，就不该尽责保护他们了。这我知道啊。听起来他只是单纯的跟你走上而已，怎么变成这样子了？不知道我也是找到他了。这把破斧头也是在我找到他突然捡到了，我只能想再开一行动装上。不对哦。你在找他的时候，你还没拿到斧头，可是你说他，你这样前阵不对啊，你说你他怕你是因为那把斧头，可是他离开你的时候，你还没捡到那把斧头啊。那这时候去在手上让他专心点，结果然后他说他就不敢靠近我，还是想说我不是鬼，不要杀我，奇怪的话。他就一副想远离我的样子，雾又那么浓，看他保持距离就更丢了。嗯，原来是这样，不过那把斧头也比较尊重样子的话，应该是没有必要拿着吧。这对，你给我拿那么东西到处乱换，干嘛？你们在怀疑我吗？看来开里变成那样子，我也变得害怕起来。这东西还拿正的，现在把那可以的吧？快把它丢到湖里面，就是出现湖中的女神。
我领你过去之后反效果，我终于是现在去保全他们爸爸妈妈。没错，那我们快去吧。嗯，有点担心他，毕竟他是我的朋友嘛。嗯，平常是一副酷酷的样子，难得你会听这种说话。哈哈哈，什么话？我话都没讲完。这里面关面子问题，这关面子问题，连自己女朋友都过不好，还靠别人帮忙，我才不要这样的。嘞嘞嘞，那这样吧，我跟你一起回去好了。如果看你还不肯回来，不敢出来，再去找新的帮忙。嗯，可以啊，小季可以吧？嗯嗯，没问题。好的。所以呢？哦，阿瑟他为什么要攻击我？难道他不是当鬼吗？还是说被鬼附身了吗？嗯，你知道原因吗？这样你也不知道。你是谁？不是的，我没有责备你的意思。你干嘛跟一个鬼讲话？那是鬼吧？有点半透明的家伙。哪里？也是呢。现在有向我开始玩开礼吗？只要跟着你去哪里都不用怕了。哪里？为什么你要远离我？哪里？哪里？又是我的回合。哎，啊，啊那个死人头哎！哦，侦测卫星。好吧，所以我身上会有斧头吗？没有。好吧，我们去存档。我们回去找那个该死的死了什么什么卖广告的，存在第十五个好了。那现在呢？穿墙，好吧，我们回去找那王八蛋。王八蛋啊，王八蛋，我来找你了。那是您开里啊什么的？开门，赶紧没开门。开里，我是夏家。没有回应。他会不会跑出来的？哪里？门开的，门没有锁。刚才明明还锁着啊。哪里？人不见了。凯莉，凯莉，你在哪里？怎么留下了一个反平发亮的东西？小巧的笔记本，对吗？今天玛利亚姐姐将一条红宝石项链寄放在我这里，亮晶晶的好漂亮哦。虽然不知道原因，不过姐姐脸色相当难看，是遇到了什么难过的事吗？由于严重污损严重，后面的文字看不清楚了。红色宝石啊，什么生锈的钥匙，皱皱的纸条，炸掉所有的鬼 ，Killer 这张纸条，这个我之前官网面看到，就写在我猫玩偶脖子的挂牌上。凯莉是因为这张纸条才变得疑神疑鬼吗？怎么看都不像是恶作剧，不是吗？在凯莉来说，不只是恶作剧那么简单嘛。我们到底去哪里啊？凯莉啊，这种八蛋们去哪里啊？你男朋友在这边，你竟然不理他？我不想上锁了，不要跟我从躲在里面，这边应该没东西的吧？好吧，我拿个可以坐在上面。好吧，我们先去存档，然后准备去展示那把钥匙是干嘛的。这是一把，还是我直接开这个门？反正直接把钥匙。门锁住了，打不开，好吧，没屁用的钥匙，没屁用的钥匙，那应该是开这个门吧，把锁打开了，游戏，那我们去看看，哪里？哪里没有哪里？就地下比较好，我先去存档好了，存档，所以他说前面那只猫，是猫吗？有只猫是存档点的。我把我穿到第十五个，覆盖。我们再来穿墙，穿墙，穿墙术，穿墙术，穿墙术。为什么可以穿墙？奇怪。为什么你可以穿墙？那这里可以穿墙吗？不能。好吧，我们去那个什么来的？去后面看看。去后面看看，那是地下室吧？地下入口。又抽又想要走到哪里？哦，瞬间移动，啾！哪里？怎么弹血？这扣耳朵的，这是迷宫吗？死路一条。哪里？哪里扣的？存档点？为什么这边有存档点？一定有炸！哎，这是可以穿过去的意思吗？对。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不要吓我，大哥不要吓我。你不要吓我。你不要吓我。
拱石注意，有没有那石头啦哦？到底是谁在那边推石头？莫名其妙。现在真是10:28，好吧，穿过。在这边是有密道吗？好吧，老梗了啦。在这边过不去吗？这边过得去吗？过不去。过去吗？过去。过不去，过去。好吧，这边要，撞不到我，啦啦啦啦啦，不能掉车，好吧，穿过，记录点，大姐，大姐，你干嘛这样吓我？你眼睛瞎了就看医生吗？要上一只眼睛那边给笑，这不是有难点的吗？去，莫名其妙。不给存档就算，你吓我干嘛？哪里？是什么？老旧钥匙哦。靠背啊！再下一次。过得去吗？过得去。这边什么？什么没有？穿墙？这是什么？别让自己走过的路，我已经忘记了。门上挂了一个数字，数字是什么？谁知道密码？密码是哪一招？所以我拿那个老旧，开始2F的钥匙。好吧，我要回去了。是我忘记我的路了，怎么办？我忘了路呢？这边吧。我还记得。这边吧，不是这边。他应该不会突然吓我吧？有没有老梗的啦？这时候反应比较快一点，怎样？嘞，我现在存档好了。叮，存在第16个，游戏。存档，所以我准备要覆盖住前面的记录了。血迹，那，游戏，拜拜，游戏，回去再存个档。存档。所以我要准备覆盖第一个档案，好吧，我们来覆盖第一个的记录。反正这游戏玩那么久了，前面记录被盖掉也没有差。我们只要玩出一个结局就够了。我不要太玩了，我才不要玩什么怎么真结局、假结局、坏结局，哪来那个时间？把书打开了。好了，我再解一下子就准备收台了。现在时间是10:30，我们先来调查东西吧。老旧的书籍，没有纸条，破木桶。这个衣服，哪里没来？地上又有纸条，散落的纸有阅读啊。小贝利，那可怜的孩子，若是病死的话，或许会好些吧。现实吧，实在是太残酷了，都是我的不成人形了。大哥也失踪了，难得来访银问拜访银室，怎么会这样呢？要是我能提到今天来，终于小贝利就能得救。如今说什么也没了，还是赶紧安葬小贝利吧，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了。安葬小贝利，小贝利是谁？小贝利，老旧的相框，加在这边是两个男人的合照，两人也不是基友吗？两位基友的合照，看起来是兄弟。兄弟，好吧，是什么字条？其他字条看内容吗？从爸爸出门后到现在已经过了第5天，家里的食物都快吃完了。这两天玛利亚姐姐也没有来找我，一个人看家真的好可怕。爸爸，快回来吧，玛利亚姐姐。然后呢？那你们呢？然后就什么都没有。所以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所以珍妮、凯里到底在哪里？凯里去哪里了？凯里在哪里？所以呢，后来没有东西啊。好吧，我们先存个档，口袋里这个。所以现在干嘛？凯里不见了。好吧，我再调查一下那个房间，好像这边还有什么隐藏的东西。现在还在找钥匙，门都没锁，你还找钥匙，莫名其妙，怪怪的。所以呢？所以小贝利在哪里？
小贝利在哪里？小贝利，小贝利被安葬了吧？哦，这纸条应该都是玛利亚写的吧？玛利亚的日子，然后这是基友的照片，破木箱，老旧的书，破木桶，什么都没有。那你们来，好吧，什么都没有，没得调查，记得想想看。所以住在这边的是一对基友跟一个小女孩吗？是这样吗？在，好吧，出去外面看看。现在呢？在厨房。这现在干嘛？小贝利安葬在这边吗？没有啊。小贝利在哪里？哪里？小贝利在哪里？小贝利在哪里？小贝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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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贝利会在哪里？什么都没有，奇怪了。小贝利在哪里？小贝利在哪里？哎，对哦，虽然后面还有个密码锁，是那个锁要怎么，那个锁要怎么解？奇怪了。好嘞，这边的密码锁要怎么解啊？都忘了。这边吧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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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穿过，然后是，哎，不是这边，也不是这边，穿过，然后就看到一个该死的涂鸦，那个走过来，别忘了自己所走过的路，那就个四位数，没有任何反应，谁知道四位数？行了，然后是这个吗？这是，哎，这什么字？这是酒吗？哎，真的，这是一个酒。哦 ，soga。那这个呢？这是一个，这是六。哦，原来这些路还是个数字。这个呢，应该是二吧？它是二。这个呢？这是什么？三，是三吧？这边没有路了。对，三三二六九，哦，知道了。Soga， 这是我走过的路，三二六九。原来如此，我知道了。简单啦，还好这作者没有把谜题做得很难。好吧，在谜题解开的存档上准备收台。太好了，今天录制还蛮顺利的。哎，死路一条。啊，现在时间是10:36，穿过去，可惜。3 3 3 3 3 3 2 6 9，门就打开了 ，yes， open， 哪里？往上走，里面有个洞，一堆洞，然后墙上就有裂缝，一堆裂缝。莫名其妙，然后什么都没有。现在时间是10:36。哦，这边是冲到哪边去吗？凯里，你在哪里？等等，前面有埋伏。哪里？之前追踪我们的女人。咦，等等，马雷，他们应该没有救。别靠去，为什么？他不是那个人脚，他不是哪个人脚踏的鬼吗？而且他不是我们这边人，他是杀人犯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他是杀人犯？怎么通这种话？杀人犯！我是在凯里走散后碰到那女人的，当时她正在一具只剩下半身的尸体旁边发出诡异的笑声，所以我才会一直带着伏魔。我只是想翻身而已，我一直希望自己看错，所以不知道该不该和你们说。所以说，山里真的是被女人给干掉的，被五马分尸这种事情早点说嘛！我和凯里当初就是被他追着跑，被山里哦，山里哦。笨蛋，声音太大声了！我发现了，咯咯咯咯咯咯咯，糟糕了，关门的声音。你杀人犯，把凯莉藏到哪里去了？还有萨尼，萨尼呢？萨尼，你这家伙，我跟你拼了！萨尼，怎么
是你到不了念能力。叽叽叽，一只眼睛，叽叽叽叽叽，没有眼睛，没有眼睛，叽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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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眼睛还看得到我们哦，这么厉害！哎，在闪什么东西啊？啊，真的，真的，哪里瞬间移动？哎，成难点了，我们要跑路了，是不是？我把它存在第三个，要准备跑步了吗？正好正好被开个大洞，啊！一只眼睛瞪着你，莫名其妙。玛利亚，玛利亚，怎么可以这样子啊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走走走，你追不到我，你追不到我，你是白痴，你是白痴，哪里有个反光？啊！我受够你的脸了，我不反了。我可以不要看你的脸吗？你看，越看越嘚瑟，越看越嘚瑟的脸。走走走走走走走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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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就不要等一下，我走到那房子前面，结果那房子是锁起来的，我就莫名其妙了。好吧，再一次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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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走慢一点，大姐。你在飘什么？得飘得飘得一得飘啊！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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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继续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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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该死的蚂蚁啊！走路不要跌倒啊！妈蛋，莫名其妙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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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全力冲刺，有了吧？哼哼。哪里？大哥，大哥，你最近来干嘛？放我的笔记，调查。今天贝利又带着豪华大屋的夫人来玩了，真是搞不懂那孩子为什么那么又想悠闲的喜欢收藏物。不过贝利啊，那家伙在我后面干嘛啊？都已经22岁了，也到了不喜欢爸爸你喜欢的年纪了，真是令人伤感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让我们跑进房屋，他也要跑进来？莫名其妙的，好不容易跑到房屋里面，结果他又跑进来了。那不是安全点吗？还是你没有什么东西要调查吗？没有什么东西吗？莫名其妙的吧，莫名其妙小破屋。那那那那，啊，再一次啊，死了就算了。算了，啊干，被树丛卡住了，哦，看他脸好好点笑，一只眼睛的家伙，独眼龙，你是谁啊？神盾局局长吗？神盾的局长，一个死光头，没有什么东西吗？什么都没有吧？哦，干。哎，这游戏很犯规，他们怪物追踪都是用智慧型，就是他们都会抄近路啊，不是不会傻傻的被绕开来，他们都会说最短的距离，不公平，我要公平啦，烂游戏也不是烂游戏啊，不能这样批评别人游戏，啊哈，被卡住了哈，哈哈哈哈哈哈哈，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、来，我要慢慢走，怎样？慢慢走就可以。他真的走不过来。现在小破屋有什么可以调查的吧？应该没有吧？哎，大哥，大哥，我在这里啊！哎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慢慢走，去，我们一起啊！好吧，那个小破屋，等一下再回来调查好了。我等一下再回来调查，怎样？这边应该会有什么剧情吧？哎，哪里？哦，跌倒了，你还好吗？他好像没再追来，成功甩开他了。奇怪，我们刚不是往上走吗？怎么会从由上往下走了？
奇怪，都是我的错，我被他强硬拉着他陪我了，都是我害的。哪里？哪里？什么东西？谁？谁？这是艾里吗？还是李尚？李尚，李尚，大一卡，小弟，你怎么自己先走的呢？咦，我记得你不是要和男女他们去阳港那里吗？对啊，你不去吗？虽然明天就放假，不过太晚回去也不好，所以我不打算参加。咦，我还以为你要去的，说去哪去哪去啊？可是现在人说那么多，应该也不会早点结束吧？那我们先走好了。这样对其他人也不太好意思吧？没关系啊，陪我去吗？那我们考虑一下。去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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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哭了。喂，考啥回了？好吧，我跟你去就是，别哭了。臭不了，那是药厂的小孩。正是，我不能太委屈哦。会哭的小孩有糖吃，吃大便吧，最喜欢你了。喂，哭屁哦，莫名其妙。你看，就是你啊，人家都死掉了。哭，你说的没错。我没尽好保护地上的责任，不对，就算他和我在一起，也会是他在保护我吧。下家我该怎么办？政策身体包一包是个洞啊，那根本就是不怪我吧。到现在，我确认李善是不是活着都不知道，他已经死了。李善一定是，你不要说谎了。他也是和我们一样，在路上遇到谁，正在找其他人下落。他也一样在找你啊。不会，也不会，我记得李善他捅我一刀啊，我对李善没什么好印象。那什么来着？男生，但是这里哭笑着也不会带有帮助。我是这么想的。也是。这里刚着急也没有任何益处。走吧，我太过消沉了。突然发生这种事情，好，我觉得不是所说。看到那种画面，脑袋不要变得很复杂都难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说谎的。其实李善已经死掉了。好吧。纳尼，你要跌倒了？怎么了？有东西勾住我的脚啊！纳尼，小鸡。小鸡 ，no， 去开动不了，不要说话。小鸡，身体不听使唤。小鸡，哪里？哪里？小鸡可以动。小鸡 ，no， 小鸡，小鸡我回来了。小鸡，小鸡，这不是这里，这是哪里？小鸡嘞？存档点，游戏，存在这个破旧的信。再怎么挣扎也没用哦，没用哦，打没打？啊，小鸡嘞，小鸡被偷去哪里了啊？那这里是哪里呀？所以前面的小木屋不能调查了吗？要调查小鸡自己偷的吗？是，哦，是，小鸡去死吧！啊，我错了，哪里？各口外都口，这里是一开始的地方卫生小维哥，哪里？这也不是我和暗手走上的地方吗？奇怪，怎么了？明明是通往阳光的路，不是吗？大迷路，无所谓了，会活在附近，所以我可以逃跑了吗？哪里？谁？带我来这里叫做什么？谁？鬼消失了。哪里？阿彻，聪明的，不对，为什么变成阿彻的样子？阿彻死掉了。他拿走啊！之前攻击我认识谁？等等，马推，哪里？达雷卡！啊！阿超，你会死啊！你要死一次啊！身体没有耳朵。哪里？眼睛好痛。哪里？也比较闪的、啊，你再这么闪，我眼睛好痛啊！我的眼睛跟着痛了。现在是10:47，助手表妹喽。眼睛快跑出来了吗？住手！哪里？呀！是怎样的？干什么？发生了什么事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哪里？二楼那位置太久了，真久。还找到里便当的。阳光鬼吃掉了吧？你们还在那边喝酒？哪里？厨房那边有声音。有雪，有雨，有雪。是不由不走，特意从哪方面钻过来？真调皮！你是阿鲁，还是把他抓出来？不要领便当嘞，大哥、大姐。什么声音？哪里？什么东西？神头哎！搞什么头呢？
那是小绝吗？小绝，哪里？哎，大蜘蛛，蜘蛛竟然跑出来了，有东西过来了。是怎样？就我们被吃掉了吗？哎，大家都没事吧？除了小绝一个人都没事。小绝这东西我们，你是什么态度啊？哎，死了还有人要叫人捡人，我们捡这家伙，对吧？我说错吗？打架了。学姐姐，你们两个就生气内讧不是好处，没有任何的好处。呵呵，很好，居然笑得出来。现在该怎么办？所以没有讯号，出去了。对，主场有把刀跟他拼的。所以这游戏还蛮惨的吧？好了，看来这游戏不可能，应该最近的话也不会把它录完，所以现在干嘛？你要干嘛？想拿刀，你要跟他拼吗？哎，进入战斗模式。哎，怎么剧情那么长呐、啊？我准备收台了，你要拖那么长剧情，这是谁啦？声明，你是末主使了，对不对？应该差不多了吧？嗯，都过那么久了，嗯，哪里？兰尼啊？怎么差不多？你们在聊什么？点点点。兰尼，你跟我进去找其他人，不觉得他们太慢了吗？嗯，惊叹号。连第一组人都还没回来，确实有点古怪啊。对吧？你在这里留守，你就留在这边吧。哈哈，你被留下来了，你准备领便当了吗？你？那是结束了没啦？我要收台了啦！哎，是哪里啦？哎，是谁？谁？这么多人了？这么多人是有屁用？好吧，我这边存档好了，存在第五个覆盖。这边是不知道是哪里的，这边有游戏可以调查吗？好啦，那我这次游戏录制就先到这边啦。可是我想看一下，如果前面我不去找。我去找那个谁，找小鸡的话会怎样呢？这个记录，我应该回去找小鸡的。再怎么挣扎也没用哦，所以我应该另外的路线是回去找小鸡吧。哎，这里啊，哦，对对对，这里这里。所以我要过来看看这个房子里面有什么东西。你会有什么东西吗？什么都没有吧？有个日记，放缓日记，贝利。被应该是掉生锈的武器，不拿个武器吗？你就要空手跟人家硬拼，你就不拿个武器？什么东西？老是男性外套，男性斗篷，那是男性。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在这个房间，这个房间是干嘛的？就是放一本日记而已啊、哦。我们先到房间。小弟呢？小弟，小弟，我被丢下，吓到了。这是侦测，侦测的胸口不会打断，这里吗？这个什么东西吗？哪里？红宝石项链哦。然后这边你看他的名字，贝利克里斯。哎，克里斯的名字好念什么？克利兹哦，贝利克利兹。哦，所以贝利是那个谁？那个谁啊？克利兹的女儿吧？是门锁住了。哎，哪里？门锁住了。给死的门锁住了，给死的门锁住了。啊，小弟嘞，小弟嘞，小弟不见了。哦，只是回来拿红宝石哦。红宝石，这边都没东西了，没有东西，没有东西，没有东西。所以贝利是克里兹的女儿，然后克里兹就是帮玛利亚说话的人。然后结果全部都死光光了，全部都死光光了。好吧，那下次我可以从这边开始了。那我不是等一下还要再看一次那又臭又长的剧情了。抱歉的，那第四个。现在时间是10:52。好了，那我这次的游戏录制要准备在这边结束了。那如果各位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按左下角的订阅喜欢。那因为再来就是。我等一下会看他们的讲话，讲一堆废话，所以我可能会在下次开台的话，就可能就是从他们那个阶段开始。不过我会先拿到那个红宝石项链。好啦，我就先在这边先结束了，那谢谢各位的观赏，拜拜喽。